前讲的算法都是有监督学习的算法，也就是说提前知道它的结果，对吧？嗯。咱们这个 K-means 是属于无监督学习，能理解吧？无监督学习里面的分类我们叫聚类啊，无监督学习里面没有回归哈，没有偏偏回归，就没这个做法，我就没见过。但是无监督学习里面的分类，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堆点，但是我不知道它们应该分多少类，我也不知道原来是多少类，但是你现在就要给它分，那这种呢叫做聚类，好吧？能理解吧？英文叫 cluster， 英文叫 cluster， 给它写一下。无监督学习中的分类叫做聚类啊，英文叫做 cluster， 是吧？就这东西 cluster。那我们学的这 k-means 呢，就是监督无监督学习中的聚类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学的这个 k-means 是用来干嘛呢？是用来在无监督学习当中用来分类的，对不对？能理解吧？分类的哈，这么一个算法。那它这个算法呢，原理上非常简单，原理上非常简单，但是就是数学上没什么啊，数学上没什么，我们只需要搞懂它的物理原理就行，它数学上非常简单。好，那现在呢，就来给大家开始说它的原理啊，说它的原理，步骤图，好，这个步骤图是吧？这步骤图不好，这步骤不好，我们去看一个好的。什么意思？打开。这个原理得记住啊！我记得上一个班的同学找工作的时候，他被问到了这个东西，就说 K-means 啊 ，K-means 原理是什么啊？怎么做的？他被问到了。好，看一下这个图，这有一二三四五幅图啊，五幅图。这五幅图呢，非常完美的表示了 K-means 的一个算法原理，然后给大家描述一下。然后大家要听完之后，也要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好吧？怎么做的呢？那个谁别睡着了呀，陈云斌是吧？那个姿势太舒服了。okay,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你知道吗？那你闭着眼睛在那里。他这个摄像头一拍，他以为你睡着了，好吧？解释不了啊，解释不了。好了，我们看一下，这怎么做？首先，这有两堆点，这有一堆点，这有一堆点，对吧？我们自己肉眼看的话，我们知道这可以分成两堆，对不对？现在呢，我们这样，一开始这两个实心的点呢，是我们一开始选来的两个随机的一个初始种子点啊，初始的种子点表示的什么呢？表示你要分的一个类别的一个中心点。那么这个为什么选两个呢？就是你 k means 嘛 ，k 你 k 等于几，你要把它分成多少类，那么这就多等于几。能理解吧？选 k 个初始的种子点，选出来之后呢，计算当前这些所有的样本，这些 a b c d e 是吧？样本到这两个种子点的一个距离，那算出来之后呢，再根据距离进行分类。比如说我这个 a b 这两个点明显离它更近一些，对吧？好，那么 c d e 离这个点近一些，对不对？好，那就把 a b 分成上面这一类，把 c d e 分成下面这一类，能理解吧？这是它的第一个步骤啊，做完之后呢，再去重新的计算分好类之后的点的中心点，比如说 AB 的中心点很显然应该在这个中间对吧？是不是？所以说计算之后在这里对吧？那么 CDE 的中心点那就在它们中间，在这里，能理解吧？啊，这个时候呢，计算中心点的算法用的是平均值法，就是把那些坐标点的这个坐标加起来除以个二对吧？哎，就是这平均值法。好，平均值之后呢，再来重新计算所有的样本点到这两个新的中心点的一个距离，再根据距离远近进行分类。这个时候发现这个 C 离上面的这个中心点更近一些，对吧？离下面的点更远一些，对吧？所以发现 C 分错了，那么把 C 划分为 ABC 这一类。好了，那第一呢划分为下面这一类。这个时候呢，再去重新的计算新的类别的中心点，那算出来之后呢， ABC 它中心点在这里，第一的中心点在这里，没问题吧？这时候再去重新计算所有的，就重复前面的过程，重新计算所有点到这两个中心点的距离，再去更新，再去用平均值算它的中心点。如果这两个中心点的坐标不再发生变化，那么说明这个算法就结束了。能理解我意思吧？啊，总的来说就怎么说呢？先随机选种子点，对吧？选出来之后呢，计算所有样本点到这两个种子点的一个距离，然后根据距离进行分类。
算好类之后呢，重新根据这个平均值的这个算法去计算新的距离中心点，然后呢再去算距离，再去分类，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什么？直到这个中心点的坐标不会再发生变化，能有意思吧？就这么一个东西，就这么一个东西，好吧？这么一个。KN 有点像。对，跟 KN 有点像的吧？它也是计算距离，对不对？但是 KN 的话呢，是取前 K 的距离，对不对？啊，它这里面呢，因为也是需要计算距离，所以说它跟 KN 相像的地方就在于，它计算距离的时候呢，也是用的是欧式距离，看到没有？也用的是欧式距离啊，也用的是欧式距离，好吧？这么一个情况啊。那这边我看见有没有把动图考了？看一下，好像考了，考了，考了两个动图。那通过动图来给大家说明一下，你看这个红色、绿色、黑色、蓝色是什么呢？是一开始的四个种子点。你看，一开始是这样的吧？好，随着它慢慢的往这边走，对不对？是吧？它不有点像那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感觉，对吧？它你靠进去，那前面黑的啊。这个如果不看不是很明显的话，我们看这个，这就特别明显了。好，这四个绿色点是我们选的初始的种子点，然后呢进行分类，根据距离进行分类。好，计算这么多这个距离，算了这么多。好，重新计算中心点，算好之后呢，再更新，对不对？啊，再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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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后不动了。好，不动之后呢，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分类已经分好了，能理解吧？就这么一个特点，这么一个特点，这个图应该很好理解的吧？这图很清晰了，明晰。好，这就是 K-means 的一个原理和物理原理，大家要最好能够这个用自己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好吧？明天找同学来说啊，看看能不能说。其他的就没了，其他的就非常简单了啊。其他的这个它的一些这个算法，你看它的计算距离就这么做，然后计算那个中心点就是那个平均值，所以它叫 K-means， 能理解吧 ？K 就是 K 个 ，K 你要把它分成多少个类啊 ？K 类 ，means 呢就是用来算那个距离中心点的一个算法。平均值就这么一点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战啊，它的一个实战啊，实战怎么做呢？实战里面有这个有一大堆重要的参数和属性，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距离中心点跟平均值算啊，平均值嘛，平均值应该会吧，加起来除以它个数对吧？对吧？就得了对吧？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啊。还能反应过来啊？不是，你的平均值，但是你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啊？不是 S 一、S 二那坐标有了？不是，你这上面的点，你这些你我们能画出来的话，它坐标是不是已经有了，对吧？是不是？即使你不能画出来，如果是高维的话，它是相当于一个特征，对不对？嗯，是吧？也有了数字，对吧？数字全加起来是除以它的个数，对吧？哦，就得了嘛，平均值嘛，对不对？哦，是吧？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啊，几维的都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用那个 Make Plot， 从那个导向包。点什么呢？点叫做 cluster 聚类的意思，对不对？ import 的一个 k-means， 好，这是这个 k-means 的一个包啊，导包就这么一个啊。然后呢，我们再去用那个 make props 用那个 k-means 来聚一个类。好，执行好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东西怎么用。现在就让它生成三堆点，好吧？就让它默认就生成三堆点 ，data 和这个 target。好，那么就是 pit 点 scatter data 冒号零 ，data 冒号一，可以吧？啊，这么写。啊 ，c 等于一个 target， 行。我们看一下合不合适哈。啊 ，pit 没导，那是因为我们三剑客没有导，我们把三剑客导入进来。三剑客里面多了一个 SVN， Finance 不要， Finance 可能要，找一下吧。行，好，再重新执行一下。啊，这三个点可以了，这三个点过去啊。我聚的好聚。这个好聚对吧？就是我们肉眼一看就知道，这个你应该分成三堆对吧？啊，肉眼一看就知道。那么我们看一下，用 K-means 能不能分成三堆，行吗？啊，这个好聚，因为明显呢，你这六点的距离大家都聚在一起，对不对？啊，这六点距离在一起的吧，是离得比较远，肯定不会聚错，对不对？我们看 K-means 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做哈？就这么做 ，K-means 先写个对象等于 K-means。好，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什么呢 ？K
K 值对不对？嗯。K 值啊 ，K 值，那 K 值 n cluster 默认是八，默认取八个呀、嗯，那这个我们肯定要改的吧？肯定不行啊，所以我给它写成三个，等于一个三。好，那么后面还有两个，我跟他说一下。第一个 init 呢，它有没有？就刚才我们讲这个原理，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个中心点，你既可以这样选，也可以什么，也可以选择别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这个地方，是不是更好呀？是不是？那么这个就是初始种子点的一个选择的算法，就是用那个咱们刚才看到的 init 里面的算法。那这里面写的是 k means 加加啊 ，k means 加加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去选择这个初始种子点，能理解吧？它自动去做，自动去做的，也不用去管它了。好，然后呢，我们就去直接执行就好了，剩下的甭管了，执行。我就不写了吗？是不是少了个 s？ 啊，少了个 s。然后呢 ，k means 点 feed 啊，训练，训练就好了。不要传 target， 不要传 target， 训练就好了。训练好了之后呢，它就已经认识了你这三类数据，它已经把这个注意力中心点算出来了，它也把你的类分好了，能理解吧？训练好了之后，它就可以这样 ，k means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 cluster centers， 在上划线 ，cluster centers 呢就是你聚类的一个中心点的坐标，能理解吧？聚类中心点的坐标，然后呢，我们怎么看它的这个分类呢？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拿下来，但是呢，我们不要给它加这个 target， 对吧？正常的时候不要加 target， 它是不是全部就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是不是没分类的效果？没分类的效果是这样的吧？好，我看一下，咱们分类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分类的标签啊。标签是什么呢？是，我们要给它来个 labels， 下划线加下划线。好，那么所有每一个样本它应该属于哪一类，就放在这个 label 里面了。这个 labels 里面呢，就是一些数字，就是用01来表示它的类别，能理解吧？那我们用这个 c， 用它的 labels， 用我们预测出来的。执行一下，好了，这是我们用 kmeans 聚类之后的效果，然后呢，这是原来的效果，对不对？是不是一模一样？对吧？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聚类中心点画出。聚类中心点呢在哪呢？在这里，对吧？我们把它来一个 cluster 等于它不要叫 cluster， 叫做 centers， 中心点嘛，取的名字不要引起误会啊 ，centers。好，那么这里就可以 scatter center 是里面的第零个点作为它的这个 x 轴，甚至是里面的第一个点作为它的 y 轴，可以吧？ c 等于一个什么？就是三个点的嘛，012就好了，对不对？012就好了。好，那么我们把它点呢，一定要放大一点，200、300，然后透明度呢也给它来一点，0.6。好，执行看一下，0.6的话是不是？我们写零样跟原始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吧，我们给它加个 rainbow， 把它这个调色板给换掉。好了，这个点是我们的中心点，对不对？这点是中心点，这点是中心点，没问题吧？这就是一个聚类 kmeans 聚类的一个效果了。这个调包应该还算简单的吧，非常简单。你这里呢一定要用这个 ncluster 调一下这个东西，训练就好了，训练就好了。那预测什么行呢？要预测也行，比如说我现在有全新的一堆数据，你要去预测那也行。那预测的时候呢，它就干嘛呢？它就会用你已有的这个中心点再去进行一个分类了，能理解吧？它不会再去重新去计算中心点了，能理解吧？是没有过程啊。好了，这是 kmeans 的一个简单的原理和应用哈。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呢接着看一下它其他的应用。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应用，叫做图片压缩或者叫颜色分类啊，这个是重点。我们暂停一下。好，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 kmeans 的原理，对吧？根据这个距离进行分类，分类之后呢，用那个平均值算法算它的一个距离中心点。那刚才我们也看了它的最基本的调包啊，里面有这个 n cluster 是需要传的，然后呢，这个 labels 是它分类之后的标签啊 ，cluster centers 是它的一个距离中心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实战。这边有个标题，三问中国求几多愁的，愁都不行啊，什么呀？愁都不行啊，愁都不行对吧？
那什么，咱们中国足球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吧？这个中国足球啊，确实啊，确实，中国足球要靠你们这一代了，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代，对吧？你们培养的下一代就可以，比如说，对吧？你们好好学习，找一个好工作，对吧？然后生了个小孩，哎，从小就送他去踢足球，对不对？要从小我要教他踢球，从小教他不要踢球，教他踢球，教他踢球，教他踢球。不知道德国的足球为什么这么强吗？他们那个环境非常好，比如说我看的那个，他的小孩呀、啊，上完学下午一般是三四点就下课了嘛，小学嘛，对吧？下了课之后呢，他那个父母啊自己开车送他去踢足球，踢一下午，踢到下午两分六七点的时候呢，再把他接回去。他的父母就在旁边看看报纸或者干嘛别的，做点别的事情，一直等他。你穿在哪吗？人家都是很早下班的呀。我们九九六的话，那有时间比较。是啊，所以这个人得努力啊。再不去，你们就更远了，更低了，再不去。肯定有差距，但是我不相信哈、啊，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几十亿人，对吧？找不出来那么十几个人踢得好的，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对，他就是找不出来，就是找不出来。你看咱们那个中国足球的那个队员，脱了衣服之后，人家说白斩鸡，对吧？白斩鸡，看看国外的那个人家腹肌，对吧？人家的身材，对吧？这个切鸡，啤酒肚在那里，就在那。好吧，行吧，这些都题外话了。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足球啊，在这个咱们用这个这个一个数据啊，把它读进来，在这个 data 里面，一个 Asian football， 嗯，读进来。PD.read 这是 V， 然后是上一层的 data 下面的一个 Asia 是吧？这个给它取个名字叫 football。 好，长这样，是不是没有头的吧？没有头的话把这个 hide 给它加点个 none。 好，像这样。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的这个列名呢，因为列名现在是零一二三，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来修改一下，对不？点 colors， 我们可以拷贝一下上面的东西，直接可以用的哈，直接就是英文的标题，英文的这个标点，总共有改好了，总共有14条数据，对不对？分别是亚洲的这些国家哈，中国、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伊拉克，这是这些对吧？那么中国大概在这个亚洲足球里面是属于哪个梯队？三流还是应该不至于是三流吧？应该是二流吧？应该是一流的话，应该是韩国、日本对吧？二流的话，应该就是中国、泰国这些国家对吧？三流的就是可能就是什么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这些的吧？对，特别是像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是不是应该是巴林啊这些国家对吧？伊朗不是很屌，很强的。伊朗很强吗？伊朗也很挺强的啊，咱们中国应该是属于比较稍差一些的那种。我记得有一年中国被泰国踢了一个5-0，啊，耻辱是吧？一三的，啊，耻辱哈，耻辱。好了，那么我们这样，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亚洲的足球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对不对？那我们就用 K means 对它进行一个聚类，对它进行聚类，然后看一下是不是三个梯队，行吗？啊，是不是能够就跟我们想的一样啊？好啊 ，K means 等于一个 K means， 好 K 那不是 K， 这些 K 不行 ，N cluster 等于3，好分3组，啊去训练。训练的话，我们是不是把数据和标记取出来的吧？数据的话呢，用 data 来做 ，data 等于一个啊 football 点 ILC 里面冒号，然后是从01到最后，对不对？一到最后，那一到最后，好，这是这个。这没有他给他就执行就好了，可以看。好，一执行呢，东西是不是应该就好了，对吧？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距离中心点 centers 消耗线。好，长这样的吧，是不是三个点？好了，那现在有个就是这些小数对吧？那这里是都是整数哈。那我们这个东西你要画出来的话，是不是得画三维的呀？就是三个东西对吧？得画三维的，三维。好，那么我们就去画一下，画个三维的。那么先打印一下，看一下，打印一下，看一下，打印之后，打印什么呢？打印分组之后的球队，这个可以吧？
就是看一下哪一些球队是一组的，那你有意思吗？哪些球队是一组的？那么我们这里面看一下它的 label， 发现这个 chemis 叫什么点 labels abs 下划线是吧？这 label 里面是不是零一二对不对？是吧？啊，我们也可以用那个零一二来说明，确实分了三类哈，分了三类。OK， 把它也展示一下吧。分成三类的话，我们会这样，我们可以 I in 这个 range 零一二就是写三就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怎么说呢 ？Labels 里面等于等于这个 I 会怎么样？这是个什么？返回 true false 对吧？咱们以前是不是学过个 argv 啊？是满返回满足条件的索引，就是比如说我这么写，写np 点什么 ARG where， 然后里面写上的条件对吧？条件就是比如说 label LABS BES 等等什么的等等，比如说零，那么给谁做这个操作？执行呀 ，NP 点我写个什么？返回满足条件的索引对不对？等一下把这个去掉。好，现在是不是索引出来了？好，这个 labels 里面满足这个等于零的这个索引是不是三四八十二十三？是不是这个？这两个，这个和这两个对吧？就出来了。啊，那这个只有这个东西出来行吗？还不行。这个东西这个索引其实什么？其实对应着我们这个里面的数据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啊弄出来。好了，我们可以这样 ，np 点 arg where。写上这个，那是不是零一二分别的分组的索引能弄出来的吧？那我这里是不是可以再给它接上一个变成一维？是不是可以这么写？可以吧？这么写的话，它变成一维啊，变成一维。好，我给它取名叫 index， 对它。然后呢，这里面我再对它进行 for 写完，可以吧？然后呢，我再去看一下，再把它的这个 country 国家打印出来。那国家我可以单独取出来。国家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football 里面第一列，对不对？啊，第一列，那就是啊 football 点国家，对吧？或者是直接写国家，国家，然后呢点 values， 好，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nd array 对吧 ？nd array， 然后这个 country 的这个 nd array 的索引跟咱们这个上面的索引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跟 labels 的索引是不是一样的，对吧？好，那么你可以这样。print 一下什么呢 ？print 一下这个 country 里面放了那个 i 啊，放了这个 j， 是不是？比如说你取的刚才有一个什么？刚才有个4对吧？那就 country o u n t r y 里面放了个4，那是不是沙特对不对？是吧？就这样就能打印出来，能执行看一下，打是打出来，但是看不出来对吧？最后呢，给它加一个换行。好，伊朗、沙特、乌兹别克斯坦、巴林、朝鲜是一组的对吧？然后中国、伊拉克、泰国这些是一组，然后日本、韩国一组，对吧？好像没问题。啊，有点丑，有点丑的话，我们可以这里加上一个 end 等于什么？这种知道吧？那这里面正常是回车，对不对？默认回车，我们就是什么就给它一个空格吧。好，你就看出来了，伊朗、沙特、乌兹别克斯坦、巴林、朝鲜是一组，然后呢，中国、伊拉克、卡塔尔。那到现在为止，这个排名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我感觉伊朗和朝鲜好像可以晋升到第二梯队，对吧？我感觉他们挺强的，对吧？啊，感觉他们挺强的哈。但是亚洲这个日本、韩国这个地位还是撼动不了，还是挺强的哈。去年还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打了一个？是谁把德国还是谁赢的？韩国把德国赢了，对吧？很强哈，很强。2-0，对吧？那特别强。你看韩国弹丸之地，人口那么少，是吧？土地那么紧张，他们都能培养出来，对不对？中国没有足球场。中国对中国确实足球场也不太够啊，也不太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县城，我高中的时候，我还喜欢踢足球，知道吗？然后我们那里就有一个足球场，天天在那踢。然后呢，有一天在经过那里，发现那地方已经盖起楼了，足球场已经没了，就这样。那么大块地皮多贵啊！对啊，是而且在市中心，你知道吗？不是市中心，我们县中心就是县中心大马路旁边，特别好的一块地，啊，就是被盖楼了。这么一个情况哈，好，那么这是这种，最后呢，我们希望做一个可视化，我们把它画出来，画成一个三维的，行吗？三维的三点图，大家画过没有？
三维的那种曲面我们画过是吧，三点图我没画过，我们去画一个三维的三点图给他看一下。那么之前我说过画三维的图你得先导这个包，这个包也导一下，好，导开这个包，导完之后呢再去做什么啊，建立一个三维的一个坐标系，对不对？建立三维坐标系，那就 PLT 点 subplot。 我说过这个 subplot 如果不加什么几行几列的话就是当前这个，对不对？啊，就直接写 projection 3D 啊，然后我们去把它放大一点，太小了不好看。多大呢？啊，八十十吧，好吧，就这么大。然后我们看一下有多大哈，看一下够不够呀？还不够，还不够大气，大气一点，是吧？好，这够大气了哈。那我们再把那些点画出来，怎么画呢？非常简单，先把原始的数据画出来 ，scatter3D， 好 ，3D 这个 D 是大写的哈。然后呢，三个维度，三个维度分别是这个06年世界杯这个积分，这是积分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哈，不知道是积分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排名嘛，应该是排名的吧。排名的话应该也不至于啊，不像排名，反正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吧，反正足球里面的一些记东西的，我也搞不懂世界、应该可能是啊，世界排名可能是，然后呢就把这个各个东西考进来就好了，不可能是世界排名，对啊，应该是应该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是一个指标吧。 football， 然后里面写上那个第一列数据是2006、把它考过来吧，考过来是2006世界杯，在这里查了 X 轴有了，然后 Y 轴里面写上那个2010世界杯，再写上那个2007亚洲杯。 OK， 好，那这是三个，这样一画的话是不是，哎呀少了个什么，哎呀少了个下划线，好像是，我记得是有下划线的，哎scatter 3D 说没有 3D， 这样我们这样接收一下，接收一下，我记得是接收，你接收一下就有了，这个 3D 好像这下划线也不用了，好，这么出来了是吧。那这个时候记得哈，这个 scatter 3D 是不是这个 axis 对象的，对吧，不是 PRT 的，不是 PRT 的。好，那出来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是不是有点小，而且没有标记，对吧，没有小没有标记，那我们就给它把点放大一点，S 等于一个300，对吧？然后呢，把这个标记 C 等于一个咱们的 labels， 对吧？执行。好，现在就画出来了，很明显三六点，对吧？那三六点的话，那你这个应该是日本韩国吧？这两个应该是中间在这里的吧？这些点应该中间在这里，这些点应该在哪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吧，应该，对吧？好，有个三维的效果哈。如果有遮挡的话，它有阴影，你知道吧？有阴影的效果，有透明的效果。好，那么我们去把那个距离中心点画出来 ，axis 点 scatter 3D， 好，然后是 center 是里面的零，对吧？零，然后 center 是里面的一，里面的二，然后呢，这里需要什么？需要就三个点，对吧？那就写个 C 等于一个012就行了。OK， 为了颜色不一样的，那加个什么？加个 C map 等于一个 rainbow， 然后把点也放大一点，为了跟原始点更不一样。500 PHA 等于一个0.6，这先看一下。好，那这些点是不是都是距离中心点，对不对？没错吧？跟我们刚才想的是一样的哈。那这里面呢，可能会有同学有疑问，我们这里总共有15个点，结果你这里画出来才1、2、3、4、5、6、7、8、9、10、11个点，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重复的，你看到没有？50、59是不是重复了呀？就有些点重复了，对吧？重复点呢，那就画在一起了，能理解吧？这么一个情况哈，这就是我们聚类啊，聚类有个应用。好，这是你只需要知道它能够分多少类，它能够给你分出来，能理解吧？而且能分的都是比较正确的啊。好，这是这个哈，再接下来呢是关于这个聚类的一个实践和常见错误。什么意思呢？这个 K-means 使用的时候呢，不像我们普通算法的时候呢，你因为是有监督的，对不对？它只需要关注一些参数就好了。那这里面呢不一样哈，这里面如果
你设置的 K 不合理，那说明说它分类一定会分错的吧，能理解吧，是不是？很多时候呢都可能导致它分类出现错误，所以说那我们使用的时候要尽量避免这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四种错误。第一种最直观的就是你这个 K 值不合适，比如说我们这个亚洲足球这里常规的是分成三个梯队对吧，那你给它分成两个梯队四个梯队都不合适呀、啊，对不对？这是 K 值啊， K 值。那我们来写一下啊，用那个 make blobs data 这个 target 写出来括号，然后呢三堆点，我现在就给它三堆点哈，我展示一下看效果有没有更好一些。对，一不行，看一下。好，这是三堆点对不对？这个三堆点不是特别好，这三堆点也不好啊，这行了吧，对吧？这分得很开了，对不对？好，我现在呢正常的时候你可能是 K means K 等于3对吧，我现在 K 值不合适， K 值不合适比如说我给它来个4行吗？那么再去 K means 点 fit data， 好，再去把它的这个 labels 再去把它的这个 centers 啊 centers 就不要了好吧，就 labels 就好了，然后再把它画出来这句话。我们看一下他用这个 kmins 的结果，这是原始的效果，分三类是不是这样子的吧？结果你 kmins k 等于4的话，是不是后面两类都对了，但是这有一类是不是中间深深的给你分开了，给你分错了是吧，啊，最关键的一种错误， k 值一定要合适才行。那么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给你一堆你从来没见过的数据，你也不了解，然后我让你去对它积累，那你也不知道分多少类对吧，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有个东西，它这里面有个这样的答案，就是说使用这个 ISO data 算法可以有效的选择这个帮我们啊选择合适的K 值啊，这里咱们在课件上没写了。K 是事先给定的，这个 K 值的选定是非常难以估计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给定的数据集应该分成多少个类别才合适的吧？那么这里面有个 ISO data 算法，通过类的自动合并和分裂，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类型数目 K， 好吧？所以说，如果面试的时候他问你啊，你这个 K 的一个缺陷的吧？第一个你可以说这 K 不知道怎么给，那你可以用这个 ISO 算法来做。第二个呢，你这个随机种子对吧，随机种子怎么选，那你可以用那个 K-means 加加来选，好吧，哎，这些东西啊有应对的方法，好吧。 OK， 那么这是这一点 K 值啊， K 值。第二点呢就是数据有偏差啊，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数据有偏差呢？我们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就用刚才的数据，那我们给它干嘛呢？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偏差这么写吧。好，我特意经过我调试啊，特意调出来这个偏差，加了这个偏差之后呢，它的数据会变成一条一条的长条形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变成一个 ND array， 然后 data 我给它加一个 trans 进行一个转化的那个 np 点 dot， 把这个 data 和这个 trans 给它做一下。因为我的 data 是什么，是100行两列，然后我们这个是两行两列，你的列数和我的行数是相同的对吧，它最后产生的是不是还是100行两列的对吧。 OK， 那么执行一下，执行好了之后呢，你再去看一下这个结果，去把这个执行一下，你这个数据呢就变成这个，你考虑算中是变成长条形了，是不是？当这个长条形好像分类的话还行对吧，分类是不是还行？那我们这样，我们搞一个，再搞一下这个，好像不太行的，好像这个在这里来吧，这个地方也不要了。哎，这个这不行，这个分类肯定是很乱的吧？你看这种是不行的，对吧？你看这种啊，这种我把原始数据给你打印出来。原来人家长什么？原来人家哎，这个原来长这样的吧？
啊，咱这样也不好，咱这样也不好，对吧？级别不好分，耦合在一起啊，耦合在一起也不好分。那么我们换一个，换一个长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分错一些，但是可能分错的概率比较小。啊，那这样，这样也不行。这个是不是有点乱了，是吧？啊，这个很容易偏差。好，这种原来是长这样的，然后我经过加了这个数据这个偏差之后呢，它是变成那种长条形了，对不对？加了这种长条形的数据呢，你再去进行 k-means， 即使你的 k 是对的 ，k-means 等于 k-means 三，是不是少了个大写？好 ，k-means 是不是可以拷贝咱们刚才的之前的代码？是一块代码是吧？咱们可以拷贝一下。好，那么 k-means 等于三，然后这个 data 就改成什么？data trans 就是加了偏差之后的数据啊，再仔细看一下。哎，这个我做了什么事情？下面这个 data 啊，下面画的是 data 的吧？啊，难怪哈，那个 data trans 没改过来。仔细看一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原始的效果，原始效果在这上面，是真实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吧？然后你虽然分三类，但是分成什么样子了？你看。就从中间给你断开了，对不对？所以误差这个差别特别大，对吧？这是一个数据偏差造成的影响啊。那这个数据偏差呢，我们在生产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比如说你的数据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啊，都就被引入了这种偏差，理解吧？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去排除。那我们这里呢，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给它加了这个偏差，对吧？所以我如果要消除这个偏差的话，是不是很好做？怎么消除？怎么把它还原吧？这个有办法吗？用我们学过的知识。刚才我们怎么做的？刚才是这样做的。刚才我们是 data 点成这个什么？点成这个 trans 对吧？得到一个 data trans 对不对？好，那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数据消除的话，把这个偏差消除，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逆啊？矩阵的逆，对吧？那么两边乘上什么？两边乘上这个 data 这个 trans 的逆，对不对？两边乘的那个 trans 的逆，而且是从右边乘出来的，咱们的 data 是不是可以从那个 data trans 里面还原回来，对吧？所以这个 data 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一个 np 点 dot data trans 乘上什么？乘上那个 np 点 nalg 点 nv trans， 还记得吗？这是走逆，对不对？矩阵的逆，矩阵逆，好吧，那把这个就是注释掉，然后我们执行一下。好，现在 data 呢还原了。还原之后呢，我们再去用这个分一下类，再把这个 data 重新还原回来。执行。好，现在是好多了呀。你现在看一下，现在咱们这个和它原始的效果，这是咱们原始的效果对吧？是不是几乎都一样的呀？对不对？这是我们就是把数据还原之后的效果，对不对？对吧？就这么做啊。那么正常工作的时候呢，你这个数据可能特别乱，特别脏，里面的东西有加了偏差，你不知道怎么做呢？我们很多时候是，就是我估计一下，就是我拿些数字估计一下，就这里面的数字我估计一下，然后自己去消，然后看一下哪个消除效果消掉之后呢，这个效果最好，就是用哪个，能理解吧？这个就要靠自己的经验了哈。这是第二种啊，第二种问题。嗯，第三种问题。第三种问题呢是这个标准差不同。什么叫标准差不同呢？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 make blobs 里面是不是有个这样的东西啊？是不是有个 cluster state 的吧？ cluster 就是每一类啊，每一个聚类，每一堆。 std 呢是什么呢？标准差的吧，标准偏差。一开始呢大家都是一，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数据呢，是大家都是这么一团的吧，都是这么一团，没什么太大区别的吧。那这里面呢我给它换一下，cluster std 等于一个，比如说一开始来个 0.5， 然后来个3，来个6，好，现在是不是三个对吧？三个，然后呢来个 data， 把这个 target 给它，然后你再进行显示。C 等于一个 target， 看一下。0.5 的是不是一点点聚在一起啊？三的是不是稍微大一点的吧？六的是这么大，你像这种情况下，你让它聚类，它能聚对吗？
因为我们是按距离来的对吧，肯定距不对了，肯定距不对了。那有的就是你这东西放在一起，但是你如果标准差不一样的话，不管怎么样它就会出现误差对吧，你看是不是，不管怎么样误差都很大哈。我们就用这个吧，那你用这个 KMS 做一下，我们把那个拷贝一下就好了，这代码是一模一样的哈。好，这是我们用 KMS 计算的效果，你看 KMS 计算效果是完全错了呀，是完全错了，误差很大的吧。所以呢，当然这一块呢是不光是 KMS 要求尽量你数据之间的标准差一样，我们那个有监督学习呢也尽量要求啊，要求你的这个标准差一样哈，这么一个情况。好，这是三种错误哈，三种错误分别是 K 值，然后呢有偏差，然后是这个标准差不一样。那最后一个呢，样本数量不一样呢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样本数量不一样呢就不能用这个 MakeBlobs， 他们有这个办法。我们这样，我们手动生成。生成这个600个，然后呢400个或者300个，600个、300个、50个这个样本。那第一个样本呢用 np 点 random 点 random n， 然后呢是600个二维的对吧。然后呢正常这是标准正态分布，它的中心点应该是在这个原点对不对，00的位置对吧。我这样我加上一个什么，加上一个这放到第一象限去，放到第一象限去，我给它加上一个22，这样的话它是不是整个整堆点都往那个22那边去偏移了，往第一象限偏移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啊，就 N1 等于它啊， N2 呢就等于一个 np 点 random 点 random n， 然后300 2，那么我把它移到第二象限负22对吧。第三个点 N3 等于一个 np 点 random 点 random n， 然后我是不是没写不用写个数，这里本来就是个数的对吧。好，写个50啊，加上那个第三象限2负2，那么把它，那这里面应该是整个级联 ，np 点水平级联还是垂直级联？水平级联还是垂直级联？没印象吗？垂直。垂直对吧？啊，垂直，为什么是垂直呢？因为大家这个列数都得一样对不对？增加行数对吧？增加行数那就是 v stack。N1 N2 N3 等于一个 N， 好，那把它画出来 N， 怎么画的时候画到别的地方，画到下一个，那里面放上那个0，那里面放上那个2可以吧，啊1啊1啊。好，现在呢一执行是这么一大堆对吧，啊，是不是没有 target 的对不对，我把 target 给它弄出来，前面我给它算成零，零乘几，600是吧？是一乘上那个300，加上那个2乘上那个50，好执行，好再执行看一下，哎，忘了加的 target， 所以等于一个 target。好了，这三堆点，那个蓝色这一堆是不是应该是600个点呢？这一堆应该是这个300个，这一堆是50个的吧？好像这种差距这么大，数量差距这么大，你去分类的话它怎么样，你聚类的话应该是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不对，也是三堆点，然后这个时候写个 N， 这个时候也写个 N， 看一下效果效果怎么样，效果还行的吧，还行，但是是不是也错了不少呀，整体效果还差不多，但是你看这边缘的地方是也错了好多，是不是像这种地方的吧？啊，那么这种呢都是属于什么？属于这种，就是你用 KMS 的时候呢，你这个没有注意它的一些先决条件啊，没有注意它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会引起一些分类和预测很不准，分类的时候很不准，能理解吧？那我们因为这是个无监督学习啊，所以说尽量你用 KMS 做之前呢，尽量把这些问题规避掉，规避掉之后呢，它就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分类结果，能理解吧？这么一个效果哈，这是好，这是咱们的四种错误。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下它的一个最后啊，今天这个最后一个东西了 ，KMS 的图片颜色分类点啊，这个图片颜色点分类也叫做什么呢？也叫做图片压缩技术。打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种技术呢？我给大家先这样。先把这个图片给它加了进来，图片在哪呢？我们这里 SQLine 做得非常好，
他自己有个 data set 里面有个图片 load sample image， 看到没有 sample image 啊，加载样本图片，样本图片里面有两张图片啊 image， 样本里面呢有两张，一张是花，一张是中国 China， 厉害吧，咱们 China 在对吧，在哪都是影响力都在的哈。好，在这里把它先看一下中国这张图。好，对呀 ，image 对吧？哦，写的 China 对吧？习惯了，想到 China 就写的 China。哎呀，没有，哪有？是不是写错了呀？大写的 C 对吧？小写的 C 是什么？失去的意思，待会儿你跟我是吧？看一下啊，有些是小写的啊 ，China 点 JPG 啊，带后缀啊。然后这咱刚才看了一眼对吧 ？JPG， 好，是不是中国的吧？这图其实是高清图啊，这图是多少呢？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哈，是多少来的？啊，是这个427乘以这个640对吧？也不算特别高清哈，也还行，427乘以六，但是你放大之后呢，其实很清晰的，你知道吧？这里面的颜色很丰富的，是吧？它里面的颜色其实很丰富的，把它放大一点。是不是很清晰的是吧？这图颜色是不是算比较丰富了？啊，这个是特别能代表咱们那个中国的风的一种感觉，这是北京颐和园里面的一个塔，啊，你知道吧？北京颐和园里面一个塔，好吧？啊，不知道，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吧？这个，那么还有一张图，还有一张图也可以大家顺便看一下，叫做 flower。那 flower 的话呢？就不太合适用来做我们这个题目了，因为它是一个花的吧，它的颜色是不是稍微单调一些，对吧？啊，那我们是干嘛呢？我们是要对图片进行压缩，那么需要你的这个图片里面颜色尽量丰富一些更好啊。那么这个图片压缩的原理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幅图里面你能数出来多少种，就是你肉眼能分辨出来多少种不同的颜色？10多种啊，你能分辨出多少种来？3000多种啊。哪有3000多种，你哪你这么厉害的眼睛对吧？啊，你看这种算一种对吧？这种白色算一种，这种背景算一种对吧？然后这种算一种对吧？这种也算一种，这种也算一种，然后这种也算一种，这种也算，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都算一种好吧？每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都能算一种。有黑白色，太多了对吧？我就这样，我你这样点的话呢，我就算你很厉害了，你能点出100个了，我就算你赢。表演一下，肯定点不出来对吧？肯定很难哈，就是你慢慢点，点到后面就基本上就是几十个就差不多了，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黑白色的点啊，黑白色的点就是两种颜色的，对吧？那不是我们是要压缩颜色的，有颜色哈，这个就是我们图片压缩的一个就是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人的肉眼呢对颜色的分辨是比较差的，能理解吧？咱们人肉眼呢就是大概的颜色能看出来，但是特别细的那些颜色，特别细微的颜色呢分不出来，能理解吧？实际上呢，咱们这个图里面呢，它的这个不同的颜色有多少个呢？好，我记得好像就9万多个，就这个图里面有9万多种不同的颜色，你能看出来吗？你在这里点100个都点不出来，对吧？是不是？9万多种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我没骗大家，应该是9万多个。这种花里面。花的话就少了，花的话颜色就稍微少了，就是没那么丰富了，你知道吧？所以不太适合用它。哦，哎，我们这个是不是得把它换回来？刚才用的是花的吧？现在应该把它换回来，这个穿了，换回来，好吧？好，那么现在去看一下啊，这个别的 frame 导向，我用咱们之前学过的技术。好，别的 frame。df 等于什么 ？df 等于 data， 靠 data 等于什么 ？data 等于 image 就可以吧？啊，这样的话呢？不用 unify， 不用，哎，这是报了什么？啊，必须给一个二维的对吧？二维的简单了，我们是不是只要颜色对不对？啊，负一，然后最后一个维是三啊，三的话保持三，那这样就可以了。你看前面几个是不是像素点是不是颜色都一样的呀？对不对？哎，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之前的。做法怎么做呢？第二点 duplicate 的判断有没有重复的，对吧？对。df 点
丢不是的屁少少了屁。好，是不是这么多 true false 对不对？好，少了这么多 true false， 那这里面的 true 是表示你重复了， false 表示没重复啊，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计算一下了？怎么计算？点上一下是不是求和？求和求出来这个是不是 true 的？是 true 的是重复的呀，对吧？如果你在这里，你在这里加上这么一个东西，举反，然后，这边列表了，对吧？那就直接取反吧，看一下行不行？直接取反，好，直接取反负的，不行，这是对这个数字取反。那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这样，我们把原整个的东西弄出来，那就是 df 点 shift 看一下，也不用 shift 了，直接 size 行吗？是不是这么多的吧？size 是总数啊，不行，总数应该就是 shift 里面是行数的吧？行数里面的第什么？第零个，零个再减去这个上面那个数。就是剩下的是不重复的，对吧？是不是九万多个？96615种不同的颜色。那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只看到了，也就是百十来种的吗？对不对？就不多，因为人的肉眼对这个颜色分辨没那么清楚啊。所以说，这就给我们有了一个基础。不是色盲，不是什么，就是分辨的不了那么分辨不了那么细，你知道吗？有些很细微的差别，比如说一个数字的浮动，对吧？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不同的颜色了，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眼睛看来好像就是一个东西，对吧？所以呢，其实我们没必要啊，在这个图里面没必要保存这么多颜色信息，对不对？因为你人既然看不出来这么多的话，你保存这么多干嘛呢？保存这么多占用我的空间，对不对？那么我就可以这样，你这里有90000多的不同的颜色，我只从里面呢挑个，比如说聚类啊，聚一下，聚，比如说聚64种颜色，那剩下这个图里面是不是只有64种颜色了？但是我可以保证你最终看出来的效果呢其实差不了太多，还是这个塔颜色不会差太多，但是有一些细节上可能有些稍微有点不一样，能理解吧？那我们就来做这么一个事情啊。好，现在要聚类的吧，聚类的话呢，数据是不是就是这个图片，对吧？数据这个图片啊，那我们就这样 data 就等于这个 image retrieve 一下-1 -3这样写可以吧？这是我们数据啊，数据，然后呢我们这个k-means 等于一个 k-means， 我先聚一个什么，聚一个64种颜色可以吧？聚64种颜色，然后 k-means 点什么 fit data。 好了，如果我现在敲下回车，它会怎么样？它现在你要注意看一下，现在是不是有270000多个点，是吧？然后你现在要距离的话，你是不是要对270000多个点来算什么，算距离，对吧？就每一次都要算距离，每次去那不光270000，你转好多好多次，对吧？一直行 ，OK， 它就卡在这里了，不动了。因为什么？要花好多时间，是吧？要花好多好多时间，因为它计算量这里有点大了，对吧？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有没有改进的方法？把它先把它结束掉哈。其实咱们都学过哈，咱们学过，咱们在讲判的时候学过一个什么呢？取样，对不对？就学过一个取样嘛。你现在有273280种。80个像素点的话呢，我能不能从中选出一些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来，然后呢对这个样本进行训练，可不可以啊？取样嘛，对吧？学过吗？咱们学过有放回取样和无放回取样，对不对？是吧？那我们这里先确定一下，是用有放回还是无放回啊？肯定是无放回的吧，有放回的话你又取了重复的，是不是浪费了呀？ 对吧，肯定不行的吧，肯定不行啊。那我们肯定是用一个无放回取样，无放回取样抽样吧，从273280个样本中取的话呢，取1000个出来可以吧？那就可以哈。好，那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要把什么，是不是要把原始数据打乱，然后从里面随机的取1000个？好，那就把原始数据打乱。原始数据打乱了可以这样 sklearn 点 utils 是 import 一个 shuffle， 哎，这是 sklearn 自带的一个方法，能理解吧？ sklearn 自带的方法。那我们这样 shuffle 括号，你看一下它怎么用，是不是只要把个数组放进来就可以了？把一个数组放进来好了，它返回什么呢？返回一个，是不是有返回值，对不对？注意这里哈，咱们那个 np 点 random 点 shuffle 或者是 Python 自带的这个 random 点 shuffle 呢，它是修改原始数据
不会返回东西，能理解吧？这里面呢，我是不想收人家数据，我只是想干嘛？我只是想把这个数据打乱，然后呢，返回一个新的一个数据。再否则，这样可以吧？打乱了数据，打乱了数据，一直行。在执行的时候呢，你再看这个 data frame 哈，刚才的 data frame 长这样子的吧？好，你再给大家看一下新的 data frame， 它里面数据就是全乱的了。这里面给大家用的那个 shuffle 的。这个就不要了，直接放这个。好，执行看一下，这里面是不是乱的，对吧？不再有像我们前面的这个174201231了，对不对？也乱掉了。乱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取样。怎么取呢？非常简单，既然你已经乱了，我取前一千个是不是相当于随机取，对不对？那就这样 k means 啊，把这个拷过来 k means fit， 那 fit 就不要写这个了，叫 shuffle 的。然后呢，取多少？一千个对吧？取到一千啊，切片就好了。切片，那这个呢？因为一千个算起来非常快，能理解吧？一算，是不是马上出来了？马上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64种颜色就出来了。64种颜色是不是就是它的这个聚类中心点呀？对不对？这里是不是64个颜色了？那这就是它聚类中心点，聚类中心点。那我们给它叫做 colors， 啊 ，main colors， 主要的颜色。它咱们这个图里面就只有这64种颜色了，别的颜色都没了，能理解吧？好，那现在这个颜色有了之后呢，咱们还应该怎么做？咱们是不是应该用我这64种颜色去把刚才那幅图片重新生产一下，对吧？使用 main color 重新生成 China 图片 ，China 照片，好吧？怎么做？这里呢有两种方法，给他介绍两种方法。什么呀？没有。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用那个 NumPy 里面的一个特性啊 ，NumPy 里面的一个特性。什么样的特性呢？我可以这么说 ，main color 里面，咱们写上一个列表对吧？列表里面呢再写上列表对吧？比如说我写23105123，那是不是完全就是你这里显示的是多少，它就会按你要的东西给你返回啊，这是它的索引对不对？能理解吧？而且这个里面的列表的个数是没有要求的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什么？只需要知道咱们每一个像素点现在这个每一个像素点它的这个现在它应该是64种颜色里面的第几种，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做。注意这里有个特别大的坑，就是我们当然只是用这个 data shuffle 训练了对不对？训练是吧？训练之后就是知道他已经知道有64种颜色了，对吧？我们是不是要把27万个像素点属于哪种颜色里把它弄出来？这是得用它预测一下，把这个 data 放进来，预测是很快的哈，预测就没什么计算，就直接分配一下就好了，把 data 放进来就好了，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就得到一个 Y 下划线，对不对？啊，得到一个 Y 下划线，或者叫 labels 也行，执行。是瞬间就做好了啊。那这个 labels 就是咱们这个每一个像素点写回家，就是273280个像素点的每一个的一个类别对吧？是不是啊？全部像素点的这个啊所属的颜色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我给大家一个 newImages 等于一个 main color 里面放上咱们的这个 labels 对吧？ labels 本身是一个 ND array 对不对？是吧？中括号里面再套一个中括号，是不是可以直接生成一个新的一个图片？好，这个新的图片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找个什么没找东西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给大家用这个大家都一样大展示一下，但是这里有一个小坑特别多，我故意先给大家展示出来，把这个 UV 就放过来，放在这里了。好，执行看一下，啥都没有，对吧？啥情况呀？你看看这啥情况？因为现在这个 New Image 是什么维度啊？二维对吧？你要返回去，那是不是得先 reshift 回家？ reshift 回家怎么做呢？怎么做？
你们给解包一下这个原始的这个 image 的一个 shape 对吧？这样写行吗？是不是也可以？仔细看一下。好，这个时候又是另一个问题啊，当时是一个问题，现在又有另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这个图片原来是什么阶梯级的对吧？0-255才对的吧？的整数，你看现在是什么？现在里面是不是都是小数呀？现在这个 new image 里面都是小数哈，为什么？因为咱们的这个平均上传的肯定是个小数，对不对？就是乘100个，就全是小数啊！你看，全是小数，全是小数的话怎么办呢？这里要求你要不就是整数，要不就是小数，不能说整数然后里面带个尾巴，能理解吧？那就除以一个25，把它变成0-1之间的小数，对吧？仔细看一下。好，这就出来了，这就是咱们这个经过压缩之后的图片，跟原始图片差别有很大吗？有一些差别，但是差别没有那么大哈。如果你是在手机的屏幕上显示的话，手机屏幕这么小的吧，一放缩一缩小，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看我们平时微信上面那个图片，是不是你看的是都是个缩略图呀？点开之后它会说上面有个什么下载原图，对不对？查看原图，对吧？它才会给你下载真正的图片，能理解吧？好，那你看这里。区别在哪呢？区别就在于它有一些细节上面有点生硬，你看，像那个刷墙那个板没刷好，没刷均匀，对吧？对吧？这些地方是一块一块的，就是过渡的效果呢，没那么柔和了，对吧？但是整个东西呢，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能理解吧？我们还是应该眼睛还是能接受的哈。好，那么我们一直是说图片压缩了吗？我们去保存一下，啊，你去这个 dft.imsave。那这里面呢，最好是保存成什么？PNG 对吧？那对，最好给它保存成 PNG 哈。压缩的话呢，我们将来叫 image 对吧？啊，这个给取个名字吧，叫做，这个名字叫做 channel.png， 然后还有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 image。好，自行看一下。当前目录下出现一个 channel.png 是550KB 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们新创的这个 pt.imsave。叫做 new channel 好吧 ，PNG， 给它叫做 new， 是叫 new image 吗？不是啊，应该是这个东西啊。你保存是不是应该也是这种对吧？好，自行看一下。好了，这是 new channel， 它们是不更小的呀？因为它丢掉了好多细节，对不对？是吧？它丢掉了好多细节。你看有的时候这怎么？你不是每个点还得要存储这么多？实际上存的时候呢是这样的。给他看，你前一百个是不是都全是一个颜色呀？那你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记录个索引？哦，前一百个是全是什么？全是一种颜色，对吧？啊，不用每个都存起来了，能理解意思吧？它就能实现一个图片压缩的效果，因为它携带的信息没那么多了，对不对？啊，这图片就变小了啊。如果你压缩的更厉害，就是如果你这个你给的颜色更少，那是不是它可以干嘛？压缩的更厉害一些，对吧？来，我给大家试一下。比如说，当然，如果你压缩的更厉害了，你新的图片也就更加没法看了。比如说，我给大家来一个16种颜色的啊，16种的话依然是这个东西，打乱了这个东西对吧？也是这个压缩16种颜色。好，中的话别打错了。那这里写16。这加了这个 labels 等于一个 kmins.predict 的 data 对吧？好，然后呢再把这个 image 16好吧，啊，咱们这个 image 16弄出来，等于什么呀？ image 16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东西对吧？考出来之后呢，再去干嘛？再去进行一个 reshape 对吧？再出一个25，咱们一步到位哈，一步到位。再显能看懂吗？先是一个图片对吧，然后呢再进行一个 reshape 好吧，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展示啊。展示的话呢就用这个拷贝一下就好了，我是一步到位了，好，我把这个东西全写在前面去了。好，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16个颜色，怎么这么夸张的吧？16个颜色好像没有这么夸张吧。我看一下32个能不能好一点，这个16个太夸张了，我觉得没这么夸张。不对，肯定有问题。想想哪里有问题？ main colors
咱们的 main color 用的还是前面的 main color 对吧？看到没有？咱们 main color 用的还是前面的 main color， 就这里有问题，我就觉得不可能这么夸张哈。是 k means 点什么 cluster centers cluster 什么下划线对吧？是不是这个？我看一下有没有打错哈，就这个，这地方拷过来吧，拷贝就不容易打错了，应该是没打错，没打错。32个是不是还能看对吧？啊，16个的话可能差一些了。16个是不是差的更多？那颜色丢了好多对吧？整个图就暗起来了，对吧？如果你8个的话呢，那就会更夸张了。8个的话就是颜色都快没了对吧？有同学说黑白的吧？黑白的话你给他2个，那就黑白。厉害了是吧？黑白啊，我们学了一个什么非对话处理吧？黑白2种，是不是像是不是像画画画那种感觉对吧？厉害了哈，这是压缩啊。那我们看一下16个颜色的时候，它能压缩成多少？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个 PIT 点 IM save， 保存一下这个 image 16，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image 16吧，点 PNG， 自行看一下。Image 16是不是只有 198K 了？是不是少了不少的吧？少了一半多，少了一半多。你颜色越少，携带的信息越少，这个图片呢又越小，能理解吗？还是这么一个东西哈。好，这是咱们这个 K-means 这个图片压缩的应用。那除了我们这种型号，我们的图片是不是通过这种型号写出来的？通过 NumPy 的特性写出来的，对吧？有没有其他方法？有没有比较常规的方法？就是逻辑思维更强一些的方法，因为这个相当于偷机取巧，你知道吗？这个相当于偷机取巧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你现在这幅图对吧？你现在这幅图有这么多像素点，对不对？273280像素点。那么每一个像素点是什么颜色？我们现在聚完类之后是不是应该知道了，对吧？那么我就可以这样，我创造一个空白的图片，然后呢，跟它大小跟它一模一样大。我去循环的去找到每个像素点，然后用每个像素点的颜色，就是你不是已经知道它应该是什么颜色吗？把那个颜色复制给它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咱们可以做这么一个事情。好，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函数吧，写上 create new image 是吧？需要什么呢？需要你这些总共有多少种颜色，对不对？是不是 main colors 还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每一个像素点是什么类别的颜色。最后呢，需要什么呢？需要你这个图片有多大，然后 HL 啊，长宽高写进来。好，先生成一个空白图片。空白图片怎么做？怎么生成？里面全是零，是黑的呀？全是一，是不是白的？对吧？全是零就是黑的，全是一是白的。好，那就 PIT 点全是一吧 ，once 还不是 once， NP 点 once， 好，我才记得吧？然后呢，它呢是不是有个 size 啊？啊，不是一个 shape 连多少？这不就是我们的这个 w 长宽高的吧？是这个东西。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别的没了，就这样就行了。这个 shape 啊，这个 once 就这么些，对吧 ？once 就这么些 ，OK。再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应该怎么做？注意循环的去。每一个像素点是不是怎么才能循环的把每个像素点取出来啊？怎么才能循环的把每个像素点取出来？我看一下我们这里有没有写错哈。我们这里 WHL 是不是只要长宽就行了，对吧？这个高度就是只要它的一个这个高度和宽度，对吧？ L 是它的一个像第三个维度，对吧？ Label 点 shape， Label 点 shape， 哪个 Label 点 shape？ 这个这个弹性是 label 点 shape， 它是一维的，它是一维的，对吧？那不行，我们只要它的长宽就行了，长宽就行了，这个就不要了，长宽就行了。好，然后呢是for循环循环的 i in 这个什么 range w 对不对？再写是可以吧？啊，再for j in 这个 range h， 这样是不是把每个像素点都取出来了？那你可以先取列再取行，也可以先取行再取列，都一样的。然后呢，每个像素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这边可以给它取出一个叫 new image， new image 里面写上那个
I 和 J 是不是能取出来第几行第几列的，对不对？是吧？啊，取到第几行第几列的，然后呢，等于什么？是不是等于它的颜色值？它的颜色值应该怎么取？它的颜色值是应该在 label 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它的 color 应该是等于这个 main color 里面放什么？放上这个几 ？I 啊？不是不是，你这个里面是放的什么？是放的零一二三四的吧？最多到六十四对吧？就是当我们这里是最多六十四，那你这个 label 里面是放了六十四什么的，对吧？所以你这里是不是应该这样啊？你第一个点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 label 里面第一个取出来？能理解吧？所以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样。label 是里面放了什么？是不是第一开始第零个的时候，第一就是第一个的时候是零对吧？第二次来的时候是不是一？第三次来的时候是不是二？能理解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一个一开始也来个什么？来个计数，对不对？直接 pop 呀， pop 是取的什么？取的是最后一个，不行。等于那个不可以从左边删除啊，那个。左边删除的任务是吧？啊，我知道你的意思，它是像每次取第一个嘛，每次取第一个然后把它删掉嘛，对吧？有点麻烦，我们可以简单一点，直接给它来个零，然后呢，这里就给它来个什么 count 对吧？那你做完之后呢，我每次下一次循环的时候再给它加等一个一，是不是每次慢慢就循环了？是每次都变一了，对吧？每次加了一个，对不对 ？pop 还简单 ，pop 的话你是取到最尾巴那个去掉了，可以取，不是个参数是取最哦，就是开头的参数我忘了。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个嘛？就比如说现在有个列表，对吧？现在有个列表，就是这个东西，一二三四，对吧？然后你用那个 l 点 pop， 对不对？然后是不是可以？既然是这样的吧，然后你可以干嘛？零对吧？好，现在是不是这个列表里面就少了一个，就少了一个对吧？这样也行哈，行是行，但是我觉得你会把这个 label 是不是数据就给你做完之后没了呀，是吧？是不是你这个只要你跑完呀，我这个 label 是东西没了，对吧？最好不要改它的这个数据，好吧？当然 pop 也行啊， pop 也行啊，你这个想法我觉得也可以啊，这样写。这种我们是不是每次自己进行一次循环都加一，对不对？那是不是二十七？你这里两个东西相乘起来的二十七万多，那是不是它就能加到二十七万多，对吧？这么一情况哈，那这个就是可以等于一个什么？labels 里面刚才放什么来着 ？count 对吧？啊，不要删掉了就行了，这样就行了对吧？啊，这是 index， 然后放到这个 main color 里面就得到一个 color， 然后把 color 给赋值，这样可以吧？然后呢，再去返回的什么？这里来 ，return 一个 new image， 再除一个什么25，对不对？就变成一个零到一之间的小数了。仔细看一下，然后呢，你再去拿那个刚才的那个 label 是可以吧？就是刚才这个16的也可以啊，直接就 create new image， 然后给它来一个 main color， 这东西默认就好了，是吧？然后 label 是不是也默认？这上面是不是又有了，对不对？默认就好了。然后呢 ，WH 是多少 ？WH 是分别就是这个，咱们算一下，咱们看一下 ，image 16 shape 是不是427和这个东西啊？考过来，好，考过来了，那么得到一个新的图片，叫做什么？这里叫做，是什么好？又叫牛玉米局啊，牛玉米局醋对吧？啊，你这个起名会起名啊，自信啊，报了个错啊，报了个错。Setting array elements with a sequence 在哪啊 ？Setting array elements with a sequence。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在哪？在这句话调用的有问题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句话是不是有问题啊？好，这句话什么问题呢？这 colors 是什么东西啊？看一下这个。Labels 上面放一个 count， 那是第几个对不对？得到的是一个数字对吧？数字的话呢 ，main colors 里面放一个数字，是不是得出来它的一个什么？数值。一个数值对不对？对吧？得出了一个数值，得这个数值赋给它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对不对？那这里面呢，我们这样，我们把它打印一下，打印这些东西，打印这东西，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好，打印了它，那么再执行执行法啊，打印了什么？没打印对吧？串印。不不不。因为我这里打印的时候没执行对吧？那 这句话得重新执行一下。好，打印了，打印出来是这么一个东西对吧？逗号呢？逗号哪去了呀？嗯，不行。逗号哪去了？这就不对了对吧？嗯。是不是这就不对了？哎，我们逗号哪去了呀？没 colors 没逗号了，我就奇怪了啊。main colors， 但到底有的对吧？对吧？我们看一下，我们取，比如说取的是什么？取的是第一个，是不是取出这么一个东西对吧？那取出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呢？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label 是抗的啊 ，label 是长这样的吧？没问题。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取的是第零个，取出来是一个五对吧？取出来是一个五，然后我们把这个五放到这个 main colors 里面去。那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那打印出来，咱们这个打印出来怎么是变成这种了？逗号都没了，变成一个列表一样的东西对吧？其实这里面就一个东西，那不行啊，那不对啊，肯定有问题的，肯定有问题。我们来定位一下啊，定位一下，啥问题啊？看一下，咱们这个看一下这个长宽啊，什么呀？把那个 label 放上去，看什么问题？把那个 label 放上去。这个它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传的 label 是就是我们刚才用的 label，嗯、对吧？我觉得还不是。我现在看一下，咱们这个 W 是什么？是前面那个对吧？427，然后64对不对？啊，427、64，然后还有什么？三不能省了吗？我看一下是不是三要不要？要不是这句话，我看一下啊，这句话牛密集的一块 ，pip 点 m 秀一下，然后 np 点 once， 然后 shift 等于一个什么？等于咱们这个东西。哦，对，我们不能把这个三省掉了，对不对？咱不能把这个三省掉了，不能把这个三省了，省掉之后呢，它就变成这样了。对吧？咱们是不是这样的？全什么？是纯白的还是什么呀？反正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纯色的图片，对不对？对吧？纯色的图片，然后呢，你要对它赋值，但实际上它只有两个维度，对吧？我们是不是给它加了一个维度？对吧？这就不行啊，就不行，那你再把这个三给它加上。好，那么也不用啊，也不用。下面这个加上这个 L 就行了，对吧？那我们这样的话呢，这个 shape。再加上这个三就可以了，不行，全打印出来了吧？打印这么多，啊，把这个打印给它关掉。嗯，这里面打印给它关掉，正常。暂停一下，打印太多了，不行。哎，怎么还有打印啊？上面没执行。我上面执行了呀，我上面这里敲了一下。再执行一下，没执行到吗？敲一下，然后这一块，好，现在有了是吧？啊，就是三不能省，三省掉的话，它是个黑白的，对不对？黑白的话，二维的话，你再给它加一个维度，那肯定不行。那这边呢，我们再给它显示一下 ，PIT 点 IM 秀一下，秀一下 ，image， 就对吧？执行看一下，是不是一个效果呀？是不是也能出来？对吧？那这种逻辑是不是比我们上面那个逻辑更加清晰一些？是一个正常的逻辑，对吧？啊，每个像素点你知道什么颜色，给它赋值就好了，赋值就好了啊。这里注意一个小坑啊，这个 L 这个三维的这个东西不能少了，不然它不是个三维的图，好吧？好，那这一块呢，就是咱们今天那个 Knit 的用法啊。那么后面的作业来看一下啊，这边第一个作业极其简单啊 ，Knit 这里面不是有个 EX7DataArm 点 Mat 吗？对吧？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话呢，你干嘛呢？你去把它加载进来，然后呢，去加载进来之后呢，用这个 Kmix 进行聚类之后呢，把它画出聚类的中心点，对吧？啊、第二个呢，就是图片的压缩，图片压缩这里有个鸟，这有一个 small bird 对吧？哎，这么一个图片，然后你对它进行、啊、不是这个，是这个 bird、啊、不是这个，这是什么？这里是，
好，你们这很清晰的吧？对，它压缩一下，这个压缩一下，看下效果，好吧？看下效果哈。那这里面我刚好把它代码写出来了，那你们不要去操作干扰就好了，好吧？自己写，自己写，好吧？行吧，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了。